你回家吧。你先去吧，去不了了。那你呢？你先去吧，我去接一些紧要事。我先回家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要等紧要的事。你这个人啊，你不要喝酒太多，我说了不要喝多，走。这怎么？小心点啊。慢点。哎呀，我技术不太好。我先进来坐一下吧，坐一下。不有你，哦，你这里太热了。你很干净吧？哦。你喝酒醉还记得开风扇？没有啊，又伤过心了。你下次少喝一点。喝两瓶啤酒就醉成这个样子。你就是经常喝酒就这样子的，我还是觉得酒还是少喝一点。而且你这个年轻人喝酒这样子的话，以后年纪大了怎么办？找个酒的。你住这里。那你早点去皮了，我借你电瓶车回家，明天晚上送过来。你明天上班用不用电瓶车？不用。这里离单位近吗？那我先拿电瓶车去吧，现在走过去的话就有点远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人，下次你如果你还喝酒的话，我就跟你去职业消了，真的是，真是喝酒了麻烦别人。那我先走了。啊，他回去了，很早啊。